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咁最嬲尾啦，咁就系 BNO 啊 ，BNO 咧就终于即系个细节出咗啦。咁啊，哇，相当容易过去。佢而家连咧，你连报失都唔使报啦。系啊，你直接去当地咧就可以喺佢话喺个海关个关口度咧就有得可以申请翻呢个 BNO 嘅。咁如果申请咧？新冇得新申请，冇申请，冇噶啦，新申请一定冇噶啦。直属亲友，直属啦，直属啦，一系就你个十八岁以下嘅仔女啦，同埋你老婆啦，你两个仔女都 OK 嘅，系啊 ，OK 嘅，系啊，咁啊，你同埋即系我老婆咁样都，即系兄弟姊妹唔当，唔得，系佢打横咗啦嘛，唔系打直啊嘛，系，咁啊，老婆咁啊可以啦，即系老公老婆都可以啦，父母唔可以向上，我只能够向下，十八岁以下嘅子女，小气。系，你咪多几百万啫嘛？你过到去挨六年，你咪申请你阿妈过去咯，可以过到去挨唔到六年啦，真系，真系呢样嘢真系，过到去难，真系算啦。我见我哋有个朋友讨论得好积极噶，我唔信佢啦，我都唔信佢，做咩啫？你搬货又唔够，你黑鬼争系咪先？你揸的士你又唔捻识路。哇！你要考的士牌真系难考过牛津大学啊！我哋知，同埋英国嘅的士应该唔系好好搵嘅嘛，都冇人搭嘅。的系我睇系的士系好搵嘅，我未搭过。的士系好搵嘅，但系佢考牌贵啊，系所以咪系好搵咯。所以咪少人搭咯。但系你其实你唔使少人搭又好搵嘅，真系唔系咁你因为好贵嘛。咁仲有佢个专业资格，佢真係好专业。咁係、哦、走一转都收得工啦你。佢嗰个专业资格，佢考的士牌难过入牛津大学喎、啊。难过踢曼联啦、啊。哇真係难过。好难黐线。係啊屌你。难过踢曼联。我睇呢样好具体。你话难过牛津我觉得你够暗。难过踢曼联係真嘅。咁啊，非常之容易啊！咁佢亦都咧，又为咗即系大家个财政负担唔好太大咧，佢亦都可以咧，你申请你唔一次过五年，你申请两年半咁样续，因为佢要你申请五年咧，你要交嗰、那个医疗保险啊，系咁啊，都几贵啊，都成600几蚊，咁啊，600几磅600。几磅，好似600几磅一年。咁啊，关于呢个点如何移民去英国，就自己上网 check 啦。都系听王世泽啦，系啦，听王世泽。但系咧，我啊关心呢一样啦。系啦，外交部啊表示啊，不排除不承认 BNO 为有效旅行证件。呢个咪新嗰条捻样啦。系啦，呢个就系新嘅外交部考呢个系啦，是但啦。叫咩名？个账号已经啊咁。当我哋睇到呢单新闻，呢个就23号四日前嘅新闻嚟嘅。咁我哋睇完单新闻之后，我哋都各自都即个疑惑，佢点样操作咧？点样操作咧？一来啦，二来其实你点样有头先嗰张相咧？你究竟罚佢定罚我咧？系啦，就系、是、哇、啊，明明就系英国，你想罚英国？系你反制英国？反制英国？你而家系搞鸠我啊？系啊，你又系咁样？你中美国力，你搞美国啊？系，你唔好搞逃犯条例，搞到我哋啊！系，跟住又罚我哋、啊，咪点咧？而家中国同埋香港嘅政策全部都系噶，到最后又系搞鸠我哋咯。啊、武汉肺炎又好，吓反送中条例又好，所有政治事件都好，到最后受害啊！唔好话被逼啊！都系我哋系唔知点解，但系佢谂咗几日，因为我相信咧呢、這个外交部咧，佢讲嘅时候咧，佢都仲系拗晒头，因为佢未用过啊。啊，系佢即佢始终唔系香港人啊嘛，佢都想要系嘛。嗱，我哋香港人拗晒头，大佬出境入境其实就唔捻使攞护照嘅，系买机票咯，买机票 check in 咯，攞登机证就要登机证就要护照嘅。咁但系呢啲都唔涉及你官方操作噶嘛？唔涉及。如果佢唔承认 BNO 咧，咁就买航空公司太贵啦，俾你太贵啦。咁所以系啦，我想我就即刻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其实大家都有特区护照，系咁特区护照得噶。咁我攞特区护照去买咯。系。咁然后你去到我去到 check in 机场 check in， 我咪照俾张特区护照佢睇咯。系。跟住就算到我离境啦，我都俾埋本特区护照你啦。咁、但系你系阻止唔到我去英国噶嘛？同、埋你唔会阻止到我用 BNO 入境咯。系啦，同埋地方嘅境咯。同埋就算你话。以后香港飞英国嘅航班停飞，咁我都可以去转机嘅啫。我去台湾转得唔得？我日本转得唔得？我想问一个问题：若果譬如当我 check in，
攞特區護照。其实你唔会嘅，你一定系攞身份证过依度嘅。唔系，我讲 check in 啊 ，check in 卡，你攞登机证，你都要攞护照噶嘛。系啊，系啊，咁我攞特区护照啦，攞登机证啦。我攞电子机票，咪唔使经佢咯。都要嘅，你都要入个 number 啊，都要入个 number。咁好啦，去到我当去英国啦，去到英国当地，我攞 BNO 入境得唔得咧？啊，佢得。你就系要咁做啊嘛？即系我纯粹问一个问题，就系即系佢唔会睇翻你，喂你。登记个机票，你个护照 number 系乜乜乜？唔系啊，你但系你而家系又唔同。你有出过境，你攞个你攞你出境嘅时候，你即系你攞个护照出境，其实佢唔会睇你个机票啊嘛。唔系出境嗰时会睇嘅，你入闸嗰时会睇。你俾呢个白头佬搞乱咗你嘅。唔系，我冇乱啊，我冇俾搞乱。你张登机证或者你个机票，你机票佢入咗个passport 曲啦咁样，但你登机证唔会 show 你个 passport 曲，唔会，对名嘅啫嘛。O K， 即系我唔知佢好粗浅嘅形式啦，我唔知佢会唔会同埋一嘟嗰张机票会有个护照 number 喺度。同埋你都会嘟你个机票嘅，即系你现阶段你而家呢个时候，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入境嗰下我只系唔系啊，你听我讲埋先啦。你呢个时候你去到英国，你过入个海关，就算佢问你攞，喂，你唔系攞呢本护照买机票，系啊，我攞呢本买嘅，屌佢你捻得你咩？啊，都系嘅。问题佢系睇紧你有冇 BNO， 佢咪睇你有冇特区护照啊嘛。而呢一班傻閪就系讲紧系，我唔承认乜特区护照，但系在于你嚟讲，你就系睇我本特区护照啫嘛，我有冇 BNO 关你捻事咩？佢就系好想关，佢就系好想关佢事咯。所以佢嗰刻，其实你佢讲翻嚟呢个，佢其实我相信佢翻到去，佢就觉得自己戆鸠啊。佢哋够鸭所以佢今日个说法就唔同咗啦。咩啊？佢今日个说法就唔同咗啦。佢话咩啊？我哋系考虑，如果你要持有你咩啊？你要持有特区护照，你就唔能够持有其他国籍护照。你点能够做到呢样嘢？诶，咁你即系其他国家嘅护照系人哋国家发嘅，即系人哋国家批嘅。即系佢唔系咁，即系咁啊！嗱，即系话你要攞 BNO 嘛，得你就冇啦，攞特区护照噶啦。佢系净系唔承认 BNO 定其他国家先，因为有好多香港人都有双重国籍嘅。哇！但系你唔捻知，但系佢唔知，所以我跟住我想讲就系佢过埋今日之后，佢就更加觉得自己戆鸠啊嘛。佢都唔捻知边个有 BNO， 边个冇 BNO 噶。系啊，其实佢唔知嘅，系佢唔知嘅，系啊，唔知嘅，佢唔知。所以咧，之前咧，即系有人问点解？唔系佢最好笑嘅，佢今日我睇就喺无线新闻啊，佢访问嗰、那个佢行出嚟讲嘢嗰条捻样咧，呢啲咩？佢系航天科技大学嘅法务部律法务部教授，佢走去讲我哋普通护照有冇效？你咪黐捻线！航天嘅法律即系太空上面嘅法律啦，系嘛？太空法啦，太空法啦，太空法。屌你咪！同埋我又嗰样，又系胡锡进讲嘅。嗯，你外交部发言人啊，全捻部人匿捻埋晒，屌！到最后尾，我谂佢可能又会讲下其他啦。咁啊，有讲其他噶啦。但系咧，你未讲之前咧，拖啫嘛。你未讲之前咧，英国咧就讲咗啦。咁啊，传闻咧，英国咧就会收紧呢个叛国罪啊。咁咧，只要咧，有英籍，即系 BNO 都系英籍啊。系而家有英籍嘅人咧，就唔可以宣誓效忠其他国家。哎呀，因为咧，佢知道香港要迟啲会要宣誓啊嘛，系嘛？哎呀！系啊，公布宣誓啊嘛！哎呀，唔捻关我事啊！但系林郑林郑两个仔关唔关事啊？大把黑警有 CI 啦！哎呀，大佬，九七年前，哎呀，唔捻关我事啊！九七，你睇下，你睇下，陶辉宣唔宣誓啦？哎呀，系啊，陶辉要宣誓，一定系针对陶辉一个咧。佢肯定针对系九七年前入职嗰啲黑警啊。因为嗰啲如无意外，应该都全部就英籍啦，全部就高级噶啦，同埋英籍啦，同埋头先嗰张打一格仔嗰张相，嗰条黑警咯，吓啊，有三块饼，有三块饼嗰个，就算你有 BNO 都冇用啊，系啊，我谂佢哋有英籍添啊，系啊，系嘛，咁唔紧要，九七年，不过你宣誓咗你就冇啦，系啊，唔紧要，你咪放弃英籍咯，系啊，做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系啊，正义会翻嚟你嗰边，冇捻错啦，你放弃咗英籍个正义就会翻嚟你嗰边噶啦，即系你啊，我讲系你啊，你啊，真系。去大湾区读书咯，啲仔女几好啊，英国又近系咪先？又近系咯，
探仔女又方便，唔通屌咁样搭十几廿个钟食，屌！自己去到英国又冇嘢好食，咪咯，又冷冻，成日落雨，净系得英超睇，冇中超睇，屌你老母！而家中国冇英超睇，反制啊！去反制英国啊！咁波英超，等阵先，点解香港仲有得睇啊？系咪交港独先？琴晚我仲睇到维拉胡吸成功喎，吓吓，喂，你唔好做嗰啲小粉红，你一阵搞到连冇波都冇得睇，对唔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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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呢一个呢个嗰个系咩咩死啊？嗰个系边度嘅领事？侯斯顿嘅领事馆啦，咁啊，俾人爆门入咗去噶啦，系啦，即系就话咩唔走，又话胜，又话赖死，咪系咯，结果咪结果咪又走，咪又走，人去楼空系嘛，系咯，走咪走咧，又讲咁多嘢啫。咁啊，但系就外交部就强烈不满咯，冇啊，都冇做其他嘢。其实我觉得呢个时候。在当地的华人怎能够归宿的是咯。如果我在休斯顿如果我身在休斯顿我誓死捍卫我国领土是不是要回去。回国家先要。去雷州半岛。是要回去。去雷州半岛。雷州半岛是要回去。雷州半岛很远的。可能岛上面。不是啊不是啊。咩啊？佢依家呢一个，佢呢个喺侯斯顿啊嘛，我咪话喺当地嘅华人咯。咁我即唔系个就你，如果你去咗誓死反抗，你真系要翻去噶咯。而家佢驱逐晒，咁你就要翻中国人走啊！屌咁，反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拉咗好多咯，已经拉咗四个咯。咁你攞乜？咪攞支 AK-47，咪见唔得噶，唔可以咁冇骨气噶，做中国人。所以咪叫你买支 AK-47数啊！啊！唔系咁，中国人都系咩啫？系舔口，唔系，快啲啦，好热啦，系唔系都讲舔口？中国人就贪心怕死啦，戆鸠，系嘢啦，黐线嘅，人哋唔系咁嘅，人哋系嘅，唔系啊，系嘅，我识嘅中国人系，我觉得呢句好好啊，名副其实啦，走住屌，走住屌，啊，唉，又话系中国嘅国家财产啦，又成，结果人哋爆你门。你咪走咗咯，唉，唔系，即系就好似就系嗰张相啊嘛，就系嗰张啊，唔系，就系呢张相嘛，唔好掉啦，小心你嘅脚啊，嗱，你唔好再掉我啦，唔好再掉我，嗱，小心你只脚啊，睇路啊，屌你老母，睇路啊，屌你老母，佢就系打紧，因为佢哋就系最中意讲嘛，系嘛，攞石头砸自己的脚噶嘛，讲咗好多次啦已经，唉。人哋对皮鞋花都冇捻花过，唉，即系中国人真系唔可以懦弱啦，真系唔可以懦弱，硬起来啊，硬起来啊！你要俾我哋呢啲香港中国人一个榜样，系啊，香港中国人，唔系中国香港人 ，sorry， 同埋你要你我哋中，喂，你劲过港独啊！反攻大陆啊！你呢句好捻颠覆我，死啦，扑街啦！头先讲所有嘢都冇事，死定个85重监啊！屌你老味真系，几捻大啊！真系，俾我哋呢啲中国香港人一个榜样啊嘛！好捻前进啊！呢个思想系啊，好前进真系。同埋杨天琪都要收皮啊！系啊，收皮啦！港独分子，我啊，香港中国，读你老母咁样啊！咁啊，嚟紧嘅日子就你作为香港人都苦噶啦，难挨啊，难挨啊。咁啊，我哋都要同埋听日好紧要啊！听日大家好好珍惜最后一餐嘅 lunch， 要食环境啊，好食埋听日去啦。礼拜三开始冇食环境，成个听日要摆翻几位。我听日晏昼真系谂翻，把握时间，谂下咩好嘢食先啊！真系系嘛，系啊，食翻餐好啊，大佬啊，要把握时间摆翻两位啊，打卡听日要，系听日要打卡。系咁啊！下个星期做唔做到都唔知。系啊，做到嘅，真系。如果佢禁足就未必做到啦。做到嘅，系嘛？分开上嚟咯。唔系啊，禁足分乜鬼啫？你都禁足啊？唔会禁足嘅，放心啊。禁足佢就唔可以翻工噶啦，不如夜晚咯。哦，禁唔系，即系禁夜晚。除咗要翻工嘅，系啊，翻工豁免。系啦 ，OK， 禁足翻工豁免。咁啊，都系嗰句啦。呢集我可能系最后一集啦。咁啊，下个礼拜有缘再会啦，唉，大家小心啊！好，明明有人睇嘅啦，冇人留言，我都唔知嗰啲咩人嚟嘅，好鬼担心添。丧尸，丧尸，喂，三目嘅又好啦，好，再见，拜拜。
幾有中南海嘅味道啊！先炒炒先。喂，你炒咩？老實啦，千萬不能裝偷聽器。哎，爭咁啲嘢。爭咩啊？譚官，記低佢。係係，我即刻就去買。你就為咗申請居英權入政治部係嘛？使驚嘅，我香港迎接九七啦。只要冇講過一啲啊對黨同埋國家不利嘅説話，冇諗過一啲危害黨同埋國家嘅嘢，冇做過一啲與黨為敵嘅事情，或者冇睇過一啲啊醜化黨同埋國家嘅電影，冇參加過皇后大道東示威遊行嘅人呢，大把前途嘅。但若然你有做過而有悔意嘅呢，都可以申請公屋嘅喎。但你做咗冇悔意堅持嘅啦，咁就難搞啦。咁我哋先至会唔俾饭佢食，同埋剥夺佢人权嘅啫，到啦吧。